但开下来这边很大，很多车会可以停。然后就从这个边走下去。那我们今天要前往的是志晴谷。志晴谷我之前有来过一次，那我来的时候刚好是雨季，所以说这个河川完全过不去。我等一下会放上照片让大家看一下到底那个时候的水有多么的湍急。那时候我们只过了一点点，太湍急了，然后就没有过。那今天去志晴谷，我们去看看，因为网络上的评论啊还是什么都是比较难一点的啦，它算比较难的，所以说我也没有把握能爬得上去，就是想说哦，反正来看看，上不去就算了，至少来看一下。上一次我连过河都没有过河，只是站在对面看那个志晴谷的路口，这样子拍拍照而已。那来这边基本一定要有救生衣啊，因为看评论是水是蛮深的，尤其看人家的照片也是蛮深的，所以说一定基本要有救生衣啊，啊最好还有个帽子，因为说会有落石啊。我们来采访一下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掉了一只血鞋的这位小姐，我们眼睁睁看着血鞋飘走，是怎么个感想？没有，就拖鞋掉了，有什今天你是来前往找你失去的拖鞋吗？没有，都很久不知道飘去哪里了。我那时候水不专业的，今天的志晴谷看看可以爬到几层，就这样子。你看现在这个水啊只到脚踝，我们上一次来的时候啊水啊已经快到那个腰了你看差多多。哇，这个前面看过去就很壮观了。然后我上一次来啊那个这边都是水啊，整个都满到这边都是水，说你看多夸张，现在这个一定要是枯水期来啊。哇，都是大石头攀爬，这一看就没轻松了啊。第一个大石头就这么的黏，然后后面会越来越困难。哇，你看第一个这个就很深了。从对面，然后这样爬这边，然后一路这样子爬上来的，那水很深了。
那上来了这个坝，唯一就是这个坝上来了，然后再走，接下来就越来越困难了。对啊，应该是一个人生的，超过，对啊，这个应该都超过一个人生的，过了吗？过了啊，有得彩吗？脚没得彩。还是我先过去，你那边有位置让我过去吗？对会游泳的人来讲 OK 啊，对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来讲，我啊，好，又经过一关了，继续前进。一关一关突破，走啊。这个怎么好像以前的那个滑水道？哇，这个应该啊，要上来看一下，这看就知道。对啊，这很难，这个应该没办法。我应该没办法了。这个是很难，比较难的，那个应该是很难上去的。地方要先出发。你为什么不要把手机收到那个包包里面去啊？因为他比较会游泳。
你们家有遇到你们家那个专业的吗？他爬上去先搭绳子，再给大家上。啊，我有问看看能不能让我们跟着上。他说好，就是我们也就随着他的绳子跟着上。喝饱了，就这样一路游过来，一路喝水。这个天哪，滑水道，那个掉下来滑。哇，好痛啊！哇！太厉害了！对啊，你就这边不会卡到吗？我觉得那边有块石头，很危险呢。不会 K 到吗？啊？干嘛？我们下来了。他刚刚那边啊，他们上去架绳子，然后我也尝试了从那边爬都爬不上去，完全不好爬，爬不上去，太滑了，然后又没有背力，所以说爬不上去。那我们现在下来，等一下去旁边的悠悠谷走走，在它的旁边而已。我以为想象会很长，它是不会很长啊，可是是很多都要攀爬，然后水又很深。哇，它最后一个那个瀑布的那里的水超深的，那个垂钓的那个地方超级深。前面那几个都还好，会越来越深啊，就是从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它越来越深。他今天刚好有遇到他们这种玩垂钓的，然后会攀爬，然后绳子又让我们爬上去，所以我们才有上去。趁着人家的热度上去了自情谷，他最后那边爬那个瀑布上去爬不上去了，人家绳子都架好了，我还爬不上去，那个背力没办法，然后又很滑，所以我有尝试过，我有尝试游过去，然后爬不去，就爬不上去，你掉别去啊。这个是悠悠谷，在自情谷的旁边呢。这个悠悠谷就是像这样。悠悠谷就走上去呀，我是没有走完，因为我走了一大段，就觉得好像后面都一样，所以我就没有走。哎呀，我们俩来了两次是自情谷，第一次钓了一只蟹，今天两个人各钓一只手套，
们两个果然不适合走这一种的，这种有点太难了，这太露脚了，对啊。影片到此结束，谢谢你的观赏。